大家好，夜市的毛豆为什么这么好吃？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。洗一下毛豆，放点盐，杀菌增绿，把毛豆洗净备用。把头尾呀搅了，好入味儿。老陈醋，来点五香粉，色拉油，大点料油，花椒粒，小火慢慢的炸香。万能料汁就炸好了，哎呦，锅里咱们加入水，毛豆、花椒、桂皮，水开放入毛豆，一定要水开了。放点食用碱，放碱的毛豆啊，翠绿，吃起来更爽滑。30秒后，放点食用油，开盖煮5分钟。出来了就熟了，这是凉白开，放在这里边，咱们就直接可以吃的。咱倒入万能料汁儿，它拌匀腌透，咱们的麻辣五香毛豆做好了，做下酒菜也行，按着电视作为小零食也很好。喜欢的朋友就来试试。